他们一生都生活在地底，改变了土壤的原始结构，为动植物的生长奠定基础。达尔文在他的书中写道，我们很难找到其他的生灵像他们一样，虽看似卑微，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。他们在土壤里挖掘洞穴，取石凋零物，消化并排出利于植物生长的物质，改变了土壤的生物群落和结构。他们就是蚯蚓。蚯蚓是一种多体节动物，不同种类的蚯蚓体节数量差异很大，通常约有100多个体节组成，每个体节都生长有环肌和纵肌两种肌肉围在体腔外，它们靠交互收缩或扩张纵肌和环肌来形成与运动方向相反的蠕动波，在刚毛的协助下，依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，使其能够蠕动向前爬行。有人说蚯蚓切成两段会变成两条完整的蚯蚓，但是也有些人说只有一条可以存活，另一条会死去。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呢？很多学者做过了大量实验，为我们解开了谜团。但是想要搞清楚蚯蚓再生的秘密，就需要先对蚯蚓的身体结构有个大致的了解。在蚯蚓的最前端叫做口前叶，类似于人的嘴和唇，用来取食和挖掘。当然最简单区分头尾的方法就是观察它们的爬行方向。口前叶再往后就包含了大脑、心脏、生殖系统，这段环状凸起的就是生殖环带，在交配后分泌并形成软茧，末端也就是尾部用于排泄。实验发现蚯蚓的切断位置不同，其再生能力、成活率、成活时间不同。切断尾部的蚯蚓再生能力最强，头部和尾部都切掉的蚯蚓再生能力次之，只剩尾部的蚯蚓再生能力最弱。如果切断的部位保留了生殖环带，那么它们的存活能力会大大提高。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蚯蚓都有这种再生能力，再生的能力也受到例如土壤的含水量、温度、氧气浓度以及个体营养等等环境因素的影响。所以如果你在路边捡到一条蚯蚓，把它切成两段，很可能一条也不会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切断后的蚯蚓变成了两条，那么它们是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探寻城市的精灵，寻觅丛林的故事，那就关注、点赞和收藏吧。这里是 TIC 觅见丛林频道。